哎，您好，你您好，陆老好，师，您陆老师吧？哎呀，您客气，是赵大哥吗？对对对，是我是您我。好，您好，您好，你您好好，你您好，好，哎呀，欢迎来我们这做客。终于是见到您了，见到您，我这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了啊，是踏吗？实了。咱们待会儿跟着您走就能到村里呗。对对对，那咱们是，我就全程向导，跟着我走准没错。行，那咱们是走往上走还是走这边？当然是走这边。啊，走这边哈，对对对。好，好，好，那咱出发。哎呀，走着进去啊！走着进去，好嘞。哎呦，还真是挺冷的。不暖和，这两天降温了。哎，哎呀，赵凯是芦芽山旅游中心的主任，也是王化沟村的扶贫干部，对王化沟村的情况很熟悉。听说我们的到来，这次专门过来帮助我们了解悬空村。当年传说这是崇祯皇帝的四皇子哦，为了躲避战乱，然后他逃到了这个山里，最后由于国家战败，他就出家为僧，最后坐化在了这个山上。这个地方应该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这里的老百姓天天就是衣食而耕，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特别特别的自在啊。就虽然好像条件艰苦了一点，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哈。对。哎，你看前面那个就是玄关栈道，玄关栈道，对，还要走栈道。对，你顺着这条小道啊，你就一直往上走。不是我，什么是我走小路？不是咱们一起走吗？我就不陪你了，你呢，顺着这个小道石板路一直走，我在山路的对面等你。你想进山，没那么容易。你看这哪有石板路啊？这不就是一条荒路吗？而且我现在要一直走过去是吧？对，我现在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我替悬空村的这些村民们啊，感觉到俩腿酸得慌。我现在腿就有点酸了，大概我要走多久？很快啊，有6个多小时我们就上去了。啊，咱们回去吧。开玩笑，我们走一会儿就上去了。加油一会儿是吧？好，加油，那边见啊，那边见。这就是过去王化沟村的村民进村的必经之路。整个栈道悬挂于绝壁之上，险峻壮观。我们脚下完全是悬空的，走这一段路真的是太刺激了。栈道顺山势穿行，有的地方悬于山外，用木桩支架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凿穿岩壁，需弯腰而行。虽然这一路之上我是手脚并用爬上来的，而且很多地方非常的惊险，但是爬到上面看到了美景，太值得了。赵大哥呀，哎，我怎么样？感觉这条路真的不是很好走。对，这个干嘛非得让我走这条路进村啊？这个就是想让你来到悬空村以后，感受一下我们以前老路是什么样子。哦，就是过去祖祖辈辈进村啊什么的，对，都要走这些路啊，靠这些路把东西背进来背出去，哦，全是走的这种路。哎呦，那这个村民们太辛苦了。对对对，真的是太辛苦了。这其实就是来到悬空村的第一个体验项目，让你感受一下，就是让我感受一下过去的那个时光啊。但是我跟大家说，虽然说这个路不很好走，可是景色非常漂亮。对，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体验，让你会觉得更加的有趣，就没那么辛苦了。哦，就没那么辛苦了，还有趣。对，看见了吗？哎，这就是我们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哎，这个是马吗？这是骡子。骡子啊，这么大呀？对。哎呀，你看这只骡子长，你很精神，你很帅啊！你看，一撮白毛，啊，你就小白毛吧。我看看这只怎么样哈？找小一点的。平常坐惯了小车的人，骑上骡子，终于从忙碌奔走的都市节奏中慢下来。我想，这大概是走向宁静田园的开始。或许，在都市人看来，
这正是王化沟村的魅力。哇，这边全都是，前面是柏油路了。对，前面就是我们新修的路，水泥路和柏油路啊。对，这个才是咱现在走的路是吧？对。从2010年开始，王化沟村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改善旅游环境，拓宽道路，改善村里的硬件设施，发展乡村旅游。宽阔的大路已经修到了村里，现在坐小车就可以直接进村。为了留下历史的印记，过去进村的悬空栈道和骡子驮运物资的方式成了今天的旅游体验项目，游客的旅途丰富了，喂养骡子的村民也增加了收入。我觉得村民们天天这上下山什么的，现在已经方便多了哈。对，不过我还是没看明白，你看这个路修起来很奇怪，它两边是这种石头铺的路，对，但是它中间是一个像凹槽、像水槽一样的这么一个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像以前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啊，咱们村民的生活用品都是靠这个骡马往上驮，哦，中间这个等于就是一个骡道。哦，这条路就是为了方便这个牲口走的，是吧？对。哦，还好我没走那条道。我跟你说，今天您来巧了。哦，正好今天赶上我们百姓的丰收节。哦，这边我有活动是不是？对，咱们载歌载舞，看看我们是怎么庆丰收的。那咱们一块儿凑个热闹去啊！走，往上走，走。这都是咱们这边村民们自己组织的，是吧？对，我们自发组织的，平时自己练习。哎呀，扭的真好！大家好，您这是什么装扮呀？这些表演的队员，大多都是本地的村民，他们平常务农，在旅游的季节参加一些表演，既可以自娱自乐，丰富文化生活，又可以促进王化沟村的旅游。王化沟村的悬空之谜是吸引不少游客的原因，村里房屋都建在百米高的悬崖绝壁上，街道是立木支撑、原木铺架的栈道，因为山腰空间狭窄，房屋后部坐落在岩石上，前半部则悬空而建，从山缝中伸出的几个木桩把整个栈道支撑起来，给人摇摇欲坠的感觉。其实呢，这个哎呀，悬空村并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其实就已经是在悬空的状态下了，没错。但是呢，到了悬空村以后，你看看您到主题公园里面有那个什么花车巡游，我们这是秧歌巡游啊，这个别有特色，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呢，咱老百姓啊，在这儿开了好多农家乐呀、啊、什么的。你慢点踩，大哥，我觉得你爸快踩塌了。好，我不动，我害怕哈、啊。这个老百姓在这儿有农家乐呀、啊、什么的。这个待会儿中午看看能不能咱们品尝一下农家乐。一定要让你尝一尝什么叫做地道的山里的味道，感受一下，好不好啊？我觉得我还是往那边走比较安心啊，这边是完全悬空的。大娘，您是在这儿住的吗？您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住了。这路跟以前变化大吗？哦，比起的变化大。嗯，以前什么路啊？以前一点点个小路，叫那个人走开，没这个车走的。哦，小路路。哦，小路路。走不了车是吧？走不了车。哦，那现在就出门也方便了吧？哦，方便了。以前来村的人多吗？多。小开这个旅游开了，早就这个旅游开就多了，以前没有家。现在游客多了。哦，游客多了。哦，这个那对咱们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有，收入高。啊，都有什么收入啊？您给说说。烤火薯，那个老汉带点点来烤火薯的，但是些菜是些蘑菇，菜是些菜呀。哎呦，明白了。小就是游客多了以后，咱们可以卖点烤红薯，哦、还有蘑菇，还有茶。北上的来自个看的那个看也有美的。哦，这个人越来越多，大娘的意思说啊，人多了以后，我们这山货像什么烤红薯呀，还有什么蘑菇呀、茶叶呀，都能卖给游客了，是不是？哦。啊、这大娘人特别好，然后这个就是特别淳朴哈。哦。这个游客说渴了，直接崴出一瓢水来啊，大家就可以喝。我能喝一口吗？能。好嘞。我这跳了一会儿，还真有点渴了。大娘的这个水可不是一般的水，那都是山泉水啊！啊，都是山泉水啊！
啊，清澈甘甜啊，真好喝。谢谢大家。不用谢。2013年，王化沟村正式作为旅游景区开始试营业。这建在悬崖上、挂在半空中的独特建筑和原始风景，一时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王化沟村也逐渐成为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综合性乡村旅游示范区。现在我带你来的是我们悬空第一家农家乐。哦，是不是？对。莲花姐啊，你好啊，你好大姐。她今天就想感受一下农家乐，感受一下山里的美食。哦、你们家有吗？美食咱们都有，欢迎你们上来品尝。好，哎呀，太好了，我们来对地儿了，看来今天有口福了啊！赶快赶快，看看今天能吃点什么。走，你带我们进去。好，哎呀，这就是您家哈，真漂亮啊！哎呦，太美了，这景色。啊，张莲花是本村的村民。过去也是靠种地为生，近几年依托乡村旅游，张莲花做起了乡村民宿的生意，为家庭增加了不少收入。哎呀，大姐，这个蘑菇就是咱们村里面特别有名的那个蘑菇是吗？哦，对。这叫什么蘑菇来着？叫银盘蘑菇。银盘蘑菇，哦，名字挺好听的。对。现在这个蘑菇，能卖到多少钱呀？能卖到个350-360，至个400多。哦，一斤能卖那么贵啊？哦，对，现在这个游客也六月头了，这个游客也来了，就卖上价钱了。他们那里吃的好吃，比他们市里边那个好吃。他们一来这儿都说好吃，是吧？哦，对对对。好，紧扒了啊！哦、哎呀，着了吧？嗯。哎，这小味儿吗？这蘑菇的香味已经出来了，现在特别特别窜。哦，哎，出锅喽！哎呀，这个最后一个菜哈，大姐，这位是您爱人吗？啊、哦，对，这大哥哈，大姐夫，嗯，大姐夫是刚才没看见您，我们做饭的时候不知道您上哪去了。我在外边呢，干活来了。哦，干活呢？嗯，您在干什么活啊？嗯，干小活。啊？护林防火。哦，护林防火。对。哦，那您这一年能给您多少钱呀？一年这个收菜的能给800，给800块钱，嗯，一年给您800块钱呀、啊？一个月，一个月，总共一年能给，对，能给9000多块钱。一年能给9000多块钱？对。大姐有没有什么给您分配点工作呀？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对，保洁员，保洁员，嗯，那这个又是保洁员，您是护林员，这就有两份的收入，对 对, 对。然后呢，咱还能开个农家乐，农家乐，对，这个接待接待游客。对，哎呀，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对，这就是通过旅游，通过扶贫，然后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哎呀，这个听着您家庭生活这么幸福，我这个心情都好，我就吃蘑菇的心情都好了。嗯、真好吃，一吃出来那种蘑菇的香味就是很浓重的。对，虽然说我们也平常都吃蘑菇啊，但是你很难吃到这么香的，然后蘑菇味这么鲜、这么浓的蘑菇，好吃。不愧是卖到300-400一斤的蘑菇哈、哦。对，确实好吃。来到这儿必须得吃这个，不吃这个，就有点遗憾了。嗯、哦，对。像这个蘑菇，你们有人会采吗？我们就在山上里采。哦，您采过吗？采过。您采过这蘑菇呀？嗯。您是采了多少年这种蘑菇了？从小就采。从小就采。闲聊中，王喜生告诉我，他也是护林员，每天都要到山林里转转。机会难得，我和王大哥约定。明天和他一起去体验一下巡山护林的生活。这好啊，我明天就带你去。明天咱们一早好不好，大哥？好，那咱就说好了啊。嗯，说好了。抓紧吃饭啊！吃完饭我就回我的房间了啊。早点休息。哎呀，您这小屋太好了！哎，王大哥。嗯，今天晚上我就住这儿吧。嗯，我们这是火炕，火炕晚上很舒服的。是的，我住过那个农村的火炕，尤其等晚上火一烧起来，哎呀，这个里面热热乎乎的，然后一躺小被褥一盖，哎呀，太舒服了。炒炒我们这个楼阳山毛尖茶。茶呀？啊、哦，茶晚上不能喝茶，晚上喝茶喝多了容易睡不着觉啊。老弟弟，一种药茶吧。药茶。对，帮助消化。哦，消化药茶，晚上很舒服的，晚上很舒服是吗？哦，那我倒可以尝尝。嗯，你尝尝。
这个喝起来那个味道有点像那广东凉茶的味儿，有一股药性味儿啊。但是它确实是不难喝，而且还喝惯了还挺适口。那个吃饱了以后，再喝这么一杯毛尖茶，咱们这当地人真会养生。那你喝点就睡吧，我们就走了。行，那辛苦两位大哥了啊，辛苦了。起来了，大哥，起来了！哎，我还正等着您呢。休息好了没有？哎呀，休息的特别好。我跟大家说，就是到了这个咱们村里面，早上起来我都不是被闹铃叫醒的，我是被小鸟叫醒的。这闹钟，我跟您说，太好了。那咱们这就出发呀，大哥。啊，对，好吧。嚯，您我帮您背吧。我帮您背吧。可以。好。大哥，咱村里这路都特别好看，是，走起来都这个一边走一边赏景的感觉。你看，这有药材吗？发现了。这哪有黄芪啊？可以找到的。你看，这不是都是树根子吗？黄芪就是一种根，有根的。哇，这还挺大的。哦。咱们平时像路径卖这么一斤，也就是100块钱左右。啊、哦，你看。哇，这个就是野生黄芪啊。哎，这个东西。也不用蒸，不用晒，洗干净以后切碎晾干就可以用了。切碎晾干就可以用了啊！哎、哦、呀，太好了！那里面还有吗？这个就是。哦，还有啊、那你怎么不挖吗？这个？这个不挖了，因为它还没有长大，这兴许这周围还有落下的种子，咱们一会儿把这个土切回去，明年还会生长的。哦、就是太小的我们是不挖的、哎、对是吧？对啊、哦、对，这个这样好，这样也不破坏环境哈，我们持续的让它生长哈。对，那好，那我们帮您把土排回去、把土填回去哈。对，等到明年的时候，在这片地里面又会长出新的黄芪啊，长出新的药材。那这个就是咱们收获要带走的了啊，学习咱们这个。下山的时候，王喜生告诉我，回去的路上可以顺道看一看他的茶园。哎呀，大哥，到底咱那个茶园在哪儿啊？我怎么是什么也看不到？你往脚下看，这个就是坐着的那个茶园。你看茶园。对，大哥，你别跟我开玩笑，我见过茶园，这不是草吗？哦，这咱们就是一种草，过去那老祖先就是采上这种野草当茶喝的。卢牙山毛尖茶就是它是吗？对、哦，就是这个。这边全都是哈。对，这片地全是。那大概能收获多少呢？这片地能收获大概是30-40斤这个样子。哦，30-40斤。啊、嗯。那一般会有游客来买吗？也有买的。有买的哈。嗯哦，这个现在毛尖茶，咱们当地毛尖茶越来越有名，好多游客还是慕名而来呢哈。对，但是大家走在路上，谁也想不到，其实可能你脚下踩的就是咱们卢牙山的毛尖茶。对，王喜生说，现在种毛尖茶的村民越来越多，村民们生产的毛尖茶一部分留下来自己加工，在旅游旺季卖给游客，另外的大部分都卖给了山下的茶叶加工厂，产品不愁销路。
这是本地村民张存海开办的。张存海制作毛箭茶已有36年，张存海自主研发了毛箭茶生产的专用机械，对其梗、茎、叶、绒毛进行细化分解，制作出发酵红茶、半发酵清茶等系列产品。分解后的毛箭茶口感滑润，滋润鲜醇，销路更好。您好，您好，您好，打扰了，打扰了。您好，您好，咱们的那个小茶厂就在这后面是吗？对对对，就在咱们里。那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好吗？来来来来来。这里面这个大桶看上去很有年代感哈。哎，这个就是当年咱们制作毛箭茶的一个传统工艺吗？是的，就是说，现在在我们面前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制作毛箭茶这个杀青的一种方式，祖青的话，它是在咱们中国唐代就有了。就是说，在唐代，就是说《陆羽茶经》里面最早记载，就是说古人就是用这个祖青，然后来进行对这个茶叶进行杀青。对，它是这么一种方式。所以，虽然每年的夏天，工厂向周边的农户大量收购新鲜毛箭茶，经过粗剪，用清水洗净后，在这里进行水煮杀青。将适量水烧开后，投入清洗后的毛箭茶煮10至15分钟，在煮的同时不断搅拌，将水煮杀青后的毛箭茶装入坛中，在自然环境下发酵7天。发酵后的毛箭茶需要在自然条件下风干，最后经过精选，将叶分拣出来。当地政府看到这一产业，它是个朝阳产业，它也是个农业板块里边，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地方政府，对我们这个产业是比较扶持，然后给我们提供了，2处扶贫车间。它是优先给贫困户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直接就把你吸纳进来，到我们的车间里面，然后进行前期的岗前培训，然后直接上岗就业。悬空村的话，是我们这个毛箭炒茶的核心产区。那么周边的老百姓呢，他上山把这个毛箭茶先采回来以后，直接就不用很费劲就送到咱们茶厂了，他就直接把他的辛苦换成他的收入。那他们的收入怎么样？收入也是蛮不错的。过去，这种稀有的盐草只是村民生活的一种调剂品，如今随着王化沟村旅游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新兴产业。王化沟村，村子悬空，幸福的感觉不空。这几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我们品尝到了美味的银盘蘑菇，也尝到了毛箭茶，更感受到了这个小村庄里古朴的风土人情，同时我们更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旅游振兴带来的勃勃生机。相信凭借着这样的自然优势，我们的王化沟村一定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丽。这就是我们的美丽乡村，我们下一站再见。